杨幂、刘恺威一起参加小糯米的亲子运动会后，一家三口再一次合体亮相。今日，刘恺威被拍到带着小糯米在机场送别杨幂，一家三口手牵手，其乐融融。杨幂、刘恺威更当起女儿的人肉秋千，十分的欢乐。要赶回去工作的杨幂十分不舍得离开女儿，进闸前不时回头与女儿挥手告别，场面相当温馨。